我是一块玻璃，一块嵌在教室门上的玻璃。我喜欢待在这里，喜欢这里散发的青春洋溢。我可以看到走廊里的风景，看到外面的名人列传，看到……哎呦，我吓我一跳！是你们的班主任，我脾气不太好，多给我老实点。开始点名。我不太喜欢他，太吓人了，脾气也很差，希望以后能少见面。但是事与愿违呀。自习课玩手机，没收。陆小明，自习课睡觉，来我办公室单独抽烟。我发现这老师还喜欢撒谎。都回座位坐好，今天你们体育老师生病了，这节课上语文，坐好。你们什么情况？为什么不去修吗？那个，你不是生病了吗？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了，我病了。是。保重啊！并且还会对家人撒谎。老婆，我知道了，我尽快赶回来陪你过生日。好。背的怎么样啊？今天这文言文，如果背不会，谁也别想先放学。我就陪你们耗着，反正有大把的时间。背。大爷爷，大爷爷，大爷爷。当然，有时候他也很可爱。这次大家考得还不错，所以请大家吃雪糕。有时候还挺臭美，不过有时候也犯傻。同学们，快，地震了！去操场，快快快快走快走！朱小林，赶紧别睡了，地震了，起来起来，走走走，地震了，快走！大山，不是那边挖机的声音吗？老板，没有地震。老板，挖机在一个地方。啊，没地震。哎呀，同学们非常不错啊！地震演习结束，大家接着自习。朱小林，你站着自习。慢慢的。我们一起度过了春夏秋冬，然后又一个春夏秋冬，然后又一个春夏秋冬，最后，明天就是高考，加最后一天，祝你们都能考上理想大学，成为社会栋梁。下课。老师，我们会回来看您的。对，我们会回来。对，我们会回来看您的。行。哎呀，毕业的都这么说，回来的没有几个。只求你们别以后犯什么傻事把我给供出来就行了。准备好明天考试，准考证带好，早点出门。下课。老班再见。再见。老师再见。注意安全。好。小兔崽子们，加油！来，三二一，茄子！茄子！而且他感动不太行，破坏气氛第一名。对。但是别得意，别以为考上大学就万事大吉了，人生刚刚开始。就这样，这段故事结束了，没有感人肺腑，平淡中甚至有些不愉快。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一届届学生走了又来，我注视着他在这度过了人生中最好的年华。短，陈翔六点半。